因为我懒得换呐、啊。现在有点冷啊，我会跟昨天一样，这个时间手在狂抖啊。好，一亮安安，校园安安，牛奶安安，X 不不不，LEX 安安，贝贝安安，陈玉哦，陈佑真安安，张子宁安安，张丽玲安安。默默安安，怎么刚才是啊？小马安安，子毅吗？子毅安安，Y E N S U N G 安安，简嘉诚安安，A K O A L E 安安，韩心妮安安，经理人安安，没有睡到午觉啊！啊，我去看一下海龟生出来了没。哎、欸、咻！哎、欸、咻！曾乔子安安，不是啊，那个叫不是凯欣啊，靠呀！怪物掉落。因为它算杂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刚刚在粉专。哎、欸，蛋是被踩破了啊！有没有什么海龟游泳的声音啊？哎、欸，还在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海龟长大了。那、啊、请问另外一只海龟咧？只剩一只了吗？哎、欸，剩一只海龟哦、喔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就叫经理的人怪怪的。哎、啊，你的名字就很难念哈。而且你这个是粉专吧？而且你这名字怎么可能 FB 会给你过啊？FB 不是现在审核那个抓 ID 很严吗？你这会过真的没有道理好吗？经理人不是叫海玲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啊，所以他叫海玲吗？好，尽量记哈。嗯，地僵尸猪人晚点再放好了，晚点再去用。改日版改的齁，哦，所以用日本版的话就可以吗？音乐设定，等一下哦，吴成伟安。李李千安安，哎呦呀，走这个，走这条路不太能看，
聊天室哦。今天阿米狗是玩食物与抽卡吗？阿米，不是橘莫德吗？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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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捷云安安，你在食物与飞过来了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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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声音要大声一点，不然有时候太小声了啊！来为你们介绍，今天下午又多盖了一些些平台。我知道应该会接个平台直接过去了，不然上下楼好烦哦。有路吧？有，接下来。而且阿米狗也没有几个在玩食物语吧？哦。哎呦！我先把这关掉好了，好吵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让我看看后台哦。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。没有啊，就是今天下午都在用直播的方式看首播，然后就打个感谢超级留言，那就那两个留言错字啊，我想怎么会是错这两个字啊，很莫名其妙哎。不要等下突然回头，一个凋零骷髅头在这里看我，我已经叫出来。啊！我忘记带矿车过，啊，铁轨过来。我靠！喂啊！哎，我骂脏话！对啊，我记得凋零骷髅是1.5格高吧？哎，问你们哦，快回答我，凋零骷髅头，凋零骷髅是1.5格高，没错吧？我记得我以前是盖，哎呦我靠呀，我以前是盖就2.5格，不是1.5格高，2.5格高。我以前是盖2.5格高的啊，不是1.5啦，2.5啦，1.5是牛啦。
2.4 吗？哦，有还有点四的哦，这是正确数据了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以前一点就新大陆那时候是那时候的知识是2.5个高啊，所以可以用搬砖卡住他们的头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回他们了。然后前阵子都在看树蝶的影片，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传记录档，然后传完之后换为主频道的账号回来的时候，为您推那个您可能喜欢什么之类的树蝶影片，又跑回去看了，然后才知道那真的是神人在玩的，哦，危机 2.4 哦。好，感谢你们。哎我只要捞一桶岩浆，然后干嘛啦？干嘛？没礼貌，没礼貌。不要，等一下，这好恐怖哦！我要射出就完了什么啊？我哭工。现在盖上班砖，对呀、啊。我本来是想带一些铁轨过来。然后把自己关在那个结界里面，然后猪人就进不来，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在这边慢慢叠。就比如说进引到一只猪人，我就马上叠一个小圈圈起来。干嘛？
我看一下哦，JRLING 安安，TION G 安安。天哪，我到底用了几组石头在用搞地狱啊？有没有200组了啊？2.4格高，他应该走得进半砖呐、啊，就很奇怪嘛，应该2.6格高吧，这样他才连半砖都进不来啊。外面突然下大雨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好怕，我这边下大雨哦。这边下大雨，我的麦克风一定收得很清楚啊。Hello，Hello。啊，来不及。小子山，我还录。哎呦，这好大声哦！天哪，老居安安，OK， 完成了一个。下面的平台怎么盖？哎，罗塔。下面的平台怎么盖？由于这个，喂喂啊，这里，哇，下面不是都搬砖，所以很麻烦耶。
不用盖，不行啊，我要盖三层的啦，三层效率比较好啊。我还是回去带铁轨来好了，就你们就会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了。等一下哦，想到万一他从旁边过来的话，因为这是上半吧，果然。所以就是要盖这里，OK。怀安安，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你叫林德嘞，什么好难听哦，林怀安安，抱歉，不是故意看错名字的，啊呜，有声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就打一下吧，但是猪人太多了啦。不然就是倒岩，也不用倒岩浆，我这边挖掉，那再补平台就好啦。还是两层就好了，真的好懒得盖了哦。不是重点是啊，下面有很多奇怪的方块，栅栏啊什么的啊。这里不是这个，哎、欸，没事，我心脏只是漏了一拍吧，没事没事，你看我可以多活1岁，心跳少跳了一下，没事没事，记得拍狼。
今天 Amigo 打算玩什么？你都没看标题，还是我标题没有打？没有，我只是会好奇问一下，我是标题没有打到吗？不是说 G mode 吗？嘿、hey! ，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。哇，要梯子哎，这不能分切成梯子。GG，你根本没看标题，欠扁哦。没有啦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回去拿点建材。生物24个就一定摔得死，对不对？正常来讲啊，这样子我要哪里盖杀族人的啊？用手机看不到标题哦。哦，对啦，我们要带铁轨，然后带铁轨。带石头，还要带什么？嗯，箱子。亚斯安安，箱子，箱子铁轨，箱子铁轨，箱子铁轨。那我发现这个村民就是卡在这边很久了，他走不了了。好了，快走了，不要再卡在这边了啦。好，出发出发！先玩 G mode。这边只有，要去收集冰块，然后坐木船在上面滑。没、欸、过头，贝蒂安安。